好来乡亲啊，双十国庆就要到了，台北大学国庆青善团今仔日献光，十二个学生青春活泼个样啊，啊拢生做真水真缘投，未输乎明星。穿白色的官袍、粉红色的胸装上场，台北大学国庆青善团公开，今年有十二位学生参加，为了迎接各国的贵宾，特别练五种语言。来来到国庆典礼，一年以后欢迎来到国庆开店。Welcome to National Day Ceremony. Bienvenue à la cérémonie de la Bienvenue. If it's not, then that you're wrong. 台语、客语拢会通，个人做受宾气。那除了面貌方面，我觉得陈大天幽默风趣的个性也非常值得我学习，就蛮喜欢讲笑话给朋友听的。敢有感觉未讲未讲，有人讲牛顿二含主持人陈大天，同款拢是粗白白含明星啊等等。啊，那另外一回，马洪讲做成韩国女团 Easy 的李彩玲，平安多多，渐渐会还气质升温，拢讲有够成嘿。当然，基台含镜台波嘛是经过真侪训练。太空里会是比较。比较困难的部分，因为必须撑着大概一分钟或两分钟的时间，通常都是支撑一到两分钟，然后进行大概三到四次的练习。准备十五礼拜九十点钟的训练，包括超高镜头、坐太空椅、舞蹈和手用训练，拢要经过练习。最高姿态当然服装买特别设计过。我们自己的主视觉的 icon， 然后放在年轻男生的领带。那其实左右，然后男女都做一点呼应，那这样看起来整体的整齐感也会很好。国庆特别高，每一间学校的青善团加紧练习，就是希望迄天会当表现到上了度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